半小时还是一个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一个半哦，应该来回吧。对。这个是叫什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用。啊，好棒哦！哇哟！啊，这个不要掉下去啊！掉下去完蛋哦！帮忙他了，因为他太辛苦了，晒那么多个。看你的书法，人家大家都对了，本来就有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、啊。真的、啊，这样帮忙就不用那么累。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鱼？鱼是吧？一定有啊。配首歌吧，点歌吧，点歌，不用吹的。你在吹吗？我们现在划着小船前进，然后这只船呢是有铁制的，然后由后面一位当地人划船，然后前面两个在搞在拍照，好好讲哎，哇，要过那个了嘞，山洞了，哎呦，这时候呢要过山洞之前呢。一定要把头整个低下来，然后是要往前低，不能由侧面低，要不然很可能的会翻船。这船呢真的是不是很稳，不是很平衡，有点可怕。啊、他刚说要往前低啊。对对对，往前低。要一致的往前。哎、啊，我配一下猫头鹰的声音。船家他是让我们由最高点过去，让我们几乎不用低头。
腰部。今天整个都是雾茫茫的状态。滑过去，在那边休息是不是？会停船吗？可能会哦。哎，在这山谷中呢，云雾缭绕的感觉还真不错，湿度非常的高，不错哎，就像台湾一样。你看，这个雾气茫茫的，不错，天气也很好。帮他配音哈，来来，换你做解说。我要做不会的。凡事总有第一次嘛。这该不是什么？卧虎藏龙拍摄的点吗？哎，卧虎藏龙是吗？卧虎藏龙 有一幕就是他们在一个水上的一个凉亭那边打斗。哎，说不定哦。我觉得很帅。哎，他这边真的景色不错。好像不下了。哦，这个比较轻。来来来 ，Help you me。要怎么录？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定着。好。对。定着。对，定着。跟着草船头走。哎，小心头。哦，往前低哦，往前低。这个真的轻。我这样定着吗？对对对，定着定着，定着才会漂亮。因为船本身就在自己在手动嘛。像这个时刻啊，如果你要低头，就没有那么好看。真的是很长的一个那个。等一下，该不会是原路回去吧？会不会啊？可是刚才有人绕回去耶。好像是。对。低了，陈宏顺，你这边。要低一下。低头，低头，他叫你低头。小心你头，同事，草帽先拿下来。小心没在下。然后中午时可以摸一下，进去。杨过，姑姑。他在古墓修炼呢、啊，就滴水哦。那个潘迎紫到现在都还很漂亮。潘迎紫是谁？演姑姑那个。对啊。那种老牌演员怎么会记得？他都去做那个黄金拉线。黄金拉线。要不然怎么会？都七十岁了，都还那么硬。哇塞，这个太猛了！哦哦哦，小心哦，陈水，好窄哦。来，紧张。低头，低头啦。因为我看到坦克这一部片。坦克。哎，小心小心。电影你有没有看过？没有，这是演什么？
好啊，我就这我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一部很像的。小心啊！你的头比较高啊。对你比较高，尝试。哦，好了。哇塞呀！可以第一条第一条。回去要搜寻我的频道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只鸡。你不剪剪一下吗？好懒得剪啊，就靠你了，一镜到底呀、啊！你不剪一下、啊？我们都讲一些奇怪的话，没关系啊，这也是一个影片的特色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过《金牌特务二》？有啊。最后一镜到底有没有超帅？最后一镜到底，他在打斗的时候吗？对对对对，一镜到底超帅，帅到爆炸，原貌呈现。对，原汁原味，不剪辑。我很少剪辑啊，如果要剪的话。就是因为中间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我才剪。你要剪一下。来拍一下三个照片。啊，下雨了。奇怪啊，为什么你？啊，你旁边那个掉下去了。没有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旁边有人呐、啊。我旁边有人呐、啊。如果你搭小船的时候啊，你觉得速度太慢，你也可以拿起手边的划桨，跟着划，这样子就可以超车了。好，现在我要准备，也要来一起尬掐一下，没有尬船一下了。他那个好像20万呢。对啊，可以买啊，20万就可以买了，一包啊。是不是到了？想想。好，我们还没到。我晚点爬去学习。要拜拜。要拜几个？两个没。来。明天好，明天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太累。你本来找一个对象了，啊，对象。